这样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没有脚的跟一个两只脚的伸出来，全部都是有没有脚？有。我可以跟他其他形状改成他翅膀好不好？改成他脚吧，改成他尾巴吧，改成他额头，改成他颜色。OK， 对，有很多种选择，对吗？好，那我可不可以让他的子代继续生？可以啊。听公的就是。哎，有没有发现什么事？有没有发现什么事？有发生奇怪的事，对不对？跟你想象中的不太一样，对不对？等一下，为什么这样？你可以讨论一下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可以啊。哎呦，好害羞哦，其实是可以的。好，我们不讨论这个，把它删掉。来，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删？这边是有个剪刀，点下去，然后就按删删删，可以吗？慢慢剪才慢，对不对？一边直接点可以，然后全部删掉，点在线上，然后全部删掉。好，所以这一种方式是比较快的生小孩方式，我也可以改它其他形状，对不对？知道我的意思吗？好，我会建议你们可以使用这种方式，使用祝福的方式来生小孩，更加快。慢慢产生精子，卵子速度非常的慢，而且你一次只能看到一个，对不对？就不知道到底它结果是怎么样，可能有生长成果。OK， 好，那今天的介绍差不多就是这样。OK， 还没有要使用电脑，还没有要使用。我们第一题是不使用电脑。OK， 来，请跟我发，全班一人以上拿到最后先生堂版本多少钱？来，天有太可怕了 ，Oh my god！ 来，发，先写班底多少钱？然后你可以稍微看一下。拿到之后先写上班金多少分钱。
好了，那请大家不要使用电脑，然后不要使用哦。来，请你们讨论一下第一题，你觉得他会不会成功？他会不会美梦成真？会还是不会？为什么？好，开始。老师，我会保持中立吗？你觉得会还是不会？为什么？你要说你保持中立，那你也要说为什么 ？OK， 重点是为什么？来，这样。对啊，你为什么保持中立啊？可以啊。哎，现在是讨论时间哦，请讲话开始。请讲话，你要说为什么？我们时间很短哦，所以要赶快喽。这个题目我们只打算花两分钟而已，因为后面比较难，这个比较简单。我们只打算花两分钟。好，要写为什么？你可以支持他会。会美梦成真，你也可以支持不会美梦成真，都可以。但是重点是为什么？等一下我会找人到前面讲，好，你觉得是怎么样，请到前面讲，然后讲。你不一定是回答。
就有可能就是跟大家一样的原因。OK， 好，来掌声鼓励。好，上节课
另外一班他们已经先做了这笔，然后他们做一做就来新的举手，老师老师，我们那只狗是绿色的。等一下，请不要跟我讲说。好帅。对。我们的第一个是要看尾巴，对不对？看尾巴。好，那增加功能跟恐龙，那呼吸太阳只用这边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两个尾巴是不是都有分叉？然后他要我制造出各种不同尾巴形状的，我就知道很多，对不对？然后就让他们伸。那我不建议你们使用 meiosis 来伸，我建议你们使用 pedigree。Pedigree， 知道我的意思吗？使用这个你可以支撑很多，速度比较快。OK， 好，那就开始。又死了！
来，你请各位晚上，再次请。